好，早上的提案有讲 Summit 会在今年的5月4号开始举行，所以离现在还有62天，然后最后的62天一切都在加速进行中。那首先今天做了许多幕后筹备的工作，感谢 RS 的帮忙，整理的场地需求整理的非常详细，包含摊位跟纪念品的购买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到时候会场会出现的纪念品摊位。然后第二个是小侯做了两张宣传图啊，还有洞做了两张宣传图，左边那一张是学生参与者，学生参与者有描出一些活跃的学生社群里面的特征，所以大家可以偷偷看一下认不认得出来里面谁是谁。右边那张图是以金植作为主题的，就是唤醒，现在春天要到了，虽然今天天气很不好，但是春天要到了，唤醒大家植服中的昆虫们，请醒过来，然后记得要投稿，然后到时候记得要锁票来参加大会。那再下一个是洞跟阿敏合作新版网页的议程页面设计稿，我们的call for paper 会在3月10号结束，所以还有9天之后，议程委员就会马不停蹄的审稿，然后把最后的议程生出来，然后我们的网站就会更新，所以大概4月初的时候会更新。那到时候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期待看到这个新的页面，还有里面会出现的今年的精彩的内容。那随着 RS 的努力，把场部的场地的需求整理出来之后，宣传组也整理了场部所需要的设计品的需求和预算，所以这些是到时候可以在会场里面看到的精彩的设计。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早上有征议程助理跟场务助理。那今天的成果是议程助理征到了3位。然后还有持续征求中的中英文翻译，我们还是在找两位到六位的志工，然后议程组在找 unconference 的坑主，可以负责规划 unconference 的场地还有活动的流程。宣传组在找社群携手小编，那议程组仍然在征求议程助理，总共我们目标希望征到12位以上，然后场务的小帮手希望征到20位以上，所以希望由活动当天想要来参与想要帮忙的大家可以来 Summit-2024-Bootstrap 那个频道里面喊一下声，然后我们可以把你加入当天活动的一起工作的伙伴里面。那怎么有一个空格？好，最重要的是 Cover Paper 3月10号会结束，加上今天也只剩9天了，所以请不要犹豫，请不要迟疑，最后9天你想要投什么稿就赶快来投，然后你之前的投稿的话记得要看一下有没有更新内容，不要跑一个 placeholder 然后里面是空白的，这样不知道怎么审。所以之前的投稿的话记得要登上那个投稿的网站，然后把你的内容更新，讲者资料也要更新。那如果你想要投稿你不知道怎么投稿的话，你可以刷一下左右边的那个 QR code 去投稿，或者是你一样可以去那个 Summit 2024 Bootstrap 的频道里面随便喊一个人，然后问说我想要投稿要怎么投，那可能就会有人小帮手冒出来帮你去指引你去那个网站里面要怎么投稿。哦，原来是这样。所以目前投稿的答案票率是 66%， 所以请不要再压死线了，在最后这几天赶快把应该要更新的内容跟稿件投上去。所以最后2024 Summit 开始，请大家记得要投稿，要跳坑，要参加。 Summit 是5月4号会举办，距离现在62天，5月4号是星际大战日，那这日期比较好记。那预计4月初开始会开放线上锁票，这次是可以免费参与的，所以离现在30天。那投稿是3月9号截止，离现在只剩9天，请赶快投稿。就这样，感谢。好。